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。今天是8月25号，就是我要回家的日子，回马来西亚的日子。然后，这次回去，除了回去放松放假以外，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9月6号，我最亲爱的妈妈的生日，所以这次回家除了让我自己回去放松以外，还有最重要就是要给妈妈一个 surprise。但是先不要透露是怎样 surprise 啊，反正我就是想做这个 video 给我妈妈这样。OK， 这样现在时间是10:20，然后我现在要去机场。Finally home， 妈妈，接下来这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是因为没有钱，但是我想做点 special 的东西给你，所以，我找了很多人，应该就是都是自己家人，然后，拍了一些 video 给你，想跟你讲，生日快乐，所以你一定要看完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啊，祝你早日可以抱孙啊！还有祝你平安啊！还有祝你中发票，然后请我们吃大餐。有来快乐！阿姨好，我是云山，我想祝你生日快乐，那也祝你能平安健康、青春美丽、事业越来越顺利，那也不用担心正阳，在台湾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阿姨生日快乐！妈咪生日快乐！你每次出远门说交通也要注意啦，就要小心咯。然后明天不是去台湾咩，我们快点回来 plan 一下，就这样啦，生日快乐哈。你妈咪生日快乐。其实我们拍这个要拍到很辛苦，因为英国在那边举那个钢线，在移的钢线，所以我们拍到他站到很辛苦一下，所以我就长话短说，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中多多拉票，美丽中多多拉票。Action， Hello， 雷妈，Happy 52nd birthday， 生日快乐，谢谢你每次我五天回来的时候就煮饭给我吃啦，跟老飞飞这样子哦。还有就晚上我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就出来骂我，因为玩太大声了。还有就是很照顾我，这很多年来就是很宠我们，谢谢你，生日快乐。根据研究显示，9月6号将是李丽丽的生日，所以我想说生日快乐，寿比南山，身体健康。OK， bye。亲爱的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可是因为我最近失业太久，有点 no income 的状态，就没有买礼物给你。你就等我做工过后再买给你啦。今年的礼物就是跟你讲我找到工作了，生日快乐哦 ，Love you。妈咪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。生日快乐！李姑婆，祝你生日快乐！OK， 耶、yeah! ！阿
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青春永在。Hi there, Hello there. Happy birthday. Happy birthday. Wish you good health, good luck, and forever young. I love you. 祝莉莉妹妹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青春美丽。阿丽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天天做马跳啊，青春美丽。OK。阿丽，生日快乐啊！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啊！还有莉莉妹妹，青春美丽。财源广进，可能五二会开头奖啊！OK， 我们掌声！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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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。Happy birthday and I love you. 一二三，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Okay.